我们第一要变，把身体变好，对不对？第二要变，把家人的身体变好，对不对？第三，我们要走出去外面，把社会上的人、生病的人变好，对不对？第四，我们要变，把家里的财富变好，对不对？放进口袋，拉链拉起来，这是我跟今年区总学的。第五呢，我们同一家公司，我们有一个同一个梦想，是不是啊？ Same company, same the dream。 我们在这里一起期许明年的第六年比今年更好，好不好？ Thank you everybody. See you next year. Thank you very much. To each of our winners, and we wish you all luck in pursuing your Nefful dreams.